Hello， 大家好，是莎莎。今天正好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睫毛。今天画的这个睫毛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没有粘任何的假睫毛，每一个都是根根分明。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。秘诀就是上面这个睫毛要用比较湿润一点的睫毛膏，然后下面这个呢，我用的是纤长型的 Kiss Me 的咖啡色，所以上面的睫毛会比较重一点，然后有放大眼睛的感觉，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很浅很浅的延伸眼睛下面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就下面看这样子，可以看到。主打就是一个很清纯、很自然的感觉，也有达到眼睛放大。后面的睫毛用的是这个 Maybelline 的 mascara，它的刷头是这样子，然后它非常的湿润，刷头这个端端很湿，所以呢就可以一根根的出上去。然后因为它很湿嘛，就拿这个小夹子，这个是 Picasso 的。这样一个一个的把它夹起来，因为它容易塌，所以要夹的时候非常的小心，才可以侧面都是卷翘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下面用的是这个 Kiss Me 的咖啡色的浅咖啡色，这个就很好用，不会特别的湿润。今天很漂亮的太阳花睫毛，非常的满意，又真的是完全没有粘假睫毛，然后又可以达到放大眼睛的感觉，很精神，推荐给大家。我觉得好看的睫毛就是侧面一定要是卷翘的，不能是直邦邦的，像这边侧过去360度无死角。特别是尾巴的这几根，其实一定要卷进去，然后没有直邦邦的感觉。